肌肉好老燃啊，这是从头部主要腰黄啊，主要腰黄以后就将不得缓身，以后转下来就是腰部发动，以后腿用的是夹松起来，夹松起来就进去，那个交往里边尊重一下啊，从那以后呀就是手部，手一手咱们的胸部，胸部以后肩部以后肩部以后走了以后再开始是动作啊，这动作一天了咱们必须把思想静下来，只要脑浆和龙王那些龙象其他的思想也等起掉啊，要起有思想呀，就是思想都已经静下来，静下来的时候就是上体的，上体的动作那就是大家释放一下，通经装置是分明相处东西下动，左手搭在右手下面，慢慢的下动搓出脚，脚是脚弓先拉的，东西下动，手下搓。在这个情况，这个规格呀，不向前使，向下冲，头上顶，手下垂，腹部晕开。手胸来刷，手指轻松，时空时发，这是上部的。下部就是鼻孔收垮，腰重，口型脚尖里扣，脚向通风，脚趾抓地。这个就是一个前脚尖15度左右向里扣，后脚尖25度左右。后来就说脚趾、手指。从脚尖一条线，从腿尖一条线，轻松啊，轻松，后手在胸口的中间，我相信在这个思想呀，挺好，这思想要什么不要想，就想自己的什么，想自己的呼吸上长，拉长呼吸，在这个情况下，上体是集中力量。因为朋友就这一个了，因为上体是要咱们胸前臀部的它的主要东西啊，胸手也好，开胸也好，就是上体的为主，下来其他的胸胸呀、十二胸呀，它还有它的装饰，咱们以后慢慢再讲。现在这个上体就先从这走啊，等等，再一个。可能还太快。黄老师，你都超着呢啊！你当时是不对，当时是不对。我一号开始，我把房子就提起来。开始。哎，你说上体就是你胸骨的，分别相走，左手在上，右手在下，坚持一个，不长，不小，同时啊，它就是四个的，头要松的啊，你不相信是，手指跟腿尖一般高，长江吹走竹网啊，手胸来耍，手指可以找。心脏要放松，不要把一种情况不要把呼滑口血脚筋里头啊，你要是一个脚筋和头脚筋来调节，放松了，不要把一把筋就是上下，哎，这个情况下不是嘛的啊，思想上仍是如果不要存在，存在你的空间啊，这空间要拉长拉细，不要有动摇啊，一个投资是很重要啊，这咱们当时的几种规则，你给他抓回来，是他动作，啊，最后大家讲出来啊啊。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啊，从你中指是分明相左，
当手，喝酒。看你跟他的手在哪里，我有的钱。哎，队长啊，都不下来啊。因为他们这些东西啊，就像他这个样子，就是当初是一个猫狐里头的一个特殊规章啊，不能帮他学个一套，学个一套，不要，他的主要规则就是这个，这里头呀，就用于咱们新区小区啊，你这说是不是装饰啊？不知道了。学徒开始说的知道，难道你两个他的时候就不算两个了？哎，这就是什么两个双喜鹊啊，两个双喜鹊啊，这个大家别对，你说这个情况这次自然来还特别到那时这个是秧子，我也是拿这个秧子啊，这个作用呀，行，这个是以前那天红了头发刚挑起来啊，作用就不是这个啊，秧子两种鱼子呀，一个品种，要是用可以秧子和下去没有秧子呀，不同时期啊，那其中也有秧子。下来烧五香啊！好，下来咱们再烧五香啊！咱们香都五香呀，就是红五香、紫五香、红五香就是些当中好好啊。这个东西在五香上头啊，就是香木水土土，哎，心是香，当心是火，中心是水。重新说土，重新说土啊！这个东西啊，它是五个形子，咱们连这个五行，一学一个连出五个形子了啊！你要是一弄出五种连子了，就是一个连出，一辈子你闹不清楚的。这五个形子，亲的方向是五个方向，亲的立点是五个立点，相信还有阴的阳的，阴的。嘛，养的是嘛，养的是这个马甲不中叫，连中间一样啊。好比您这个鞋，从上几次开始的时候啊，开始的时候必须比较起浪，他们每次临时嘛就出这种，一出就疼，谁都不行，就别起浪啊。上的时候都不要做那些动作啊。上面一头上来，上来的脚呀，不要在后面，一定要脚后方起来。脚平了就是平的啊，起来前拳从这边不能着，后拳还走得前面。出去的时候这是起势啊，出去的时候拉着这个前拳脚，他向里，他向外，是吧？这个啊，用它要绕两层的，用长的结果。还想找我们玩儿的动物啊？可是松松的放出去，家里领导弄松开，大松开的时候，看、松就往下冲，就往出松啊，这个就能放出松来。你要是松的把住死的，再往下去就放不松了，就是这样，左右都是一样。手脚齐到啊，手脚齐到，向下冲，冲下走，头上吊，走下垂啊，心里扣脚抓的，啥的这样就了解个啥的水平啊。那么大家不这个呀，确实要注意。来，现在开始说你看，五到一百都是啥水平啊？来，同志啊，预备。当时就出来了，这这个起势就是刚才这个啊，这个起势起防止防了啊，拉的时候就防了，
那哎，在这个同时，在这个上级是上上级的那个教练，主管啊，教练让你二十五都不行，你要太大力了，这个有道理啊。家里什么嘛，就是轻松和平，这个不能松啊，弄啥不能松，气可不可以啊？他是一分啊，要平时的。再接一下第二个七，啊，小和尚放下去不要提出来，八，哎，你看前边，好，走，来，再看一看啊，走，哎，你给他抓回来。做的有个十分钟的三体是啊啊一哇对再看左面的啊再给他拿回去一哇啊你不一样这是将拉窗走下去拉出出掉下面的嘎子拉出一样咳咳咳当时发现的时候你自己是用一对要打通死的哈他是一个松开了不要打通死的了这是毛病出去了就是一下来这一个孔子啊横将拉弓头去啊脚子抓地挡脚里头就牵手啊这贴心的那个较量啊我叫他们你练一下你练一下的练一下来来来来三十一位一位谁啊七八七八再来一会七八七八行好了啊再说中学用上轻松水我们能在用相同的中心来走的这个冬天呀、啊、也是开始就是上体的上体在绕后一天经常就冻着冬到离开上体的冬到离开上体的冬天啊用的时候了冬天踢上来踢这个冬天啊在这一用一样啊一用一样出的时候这个往里扣这个往外捅往出的这个缺呀、啊、不能松的松的就是又是一种缺留下一个啊就是这个啊不要绕啊抽上来啊出的时候啊这个啊咔放起来再次把枪出来从江吹走拉空抽掉这是啊这是要晃这是油面再一个就是素面的油脂的你不要被扬啊你不要东西花店从松上花不要往那走走不上走没不是那一条了对不对前面的缺刚走一本稿后面的缺在走的惨面不同样样的咱们来开始给我带你们走一下啊来上去行呗这是起了啊中缺起不行这个走的哎这个惨面新的走惨面拉来一个七八再打一回啊七
花鞋花。哎，是，走，来，好嘞。手就不要长就行了啊。等等，切，放，那个手里的手呀，要切正啊，不要放到这儿啊，放到这儿了，将来你就知道就行了。切，放。对啊，哎，上来。我来上来，这里头是放的好的干部，来干嘛嘛？一个是要放掉，一个是收掉去嘛，就是他们将大主来，只要只要公司拿出来就是，下一个就是黄金啊，黄金总长一开始就是上铁的。当九十，开始的时候一个第一个，前脚扫踢一下，前面的拳，我看，一拉一口啊，你看，这是起，啊，这也是，这规格都是这个的，这个呢是起拉拉上两起，你不跟你解释啊，下一个拉的时候就是。动不动，从上到下不是个规格，你就是个抓。这前，抓，前，抓，啊。因为说这两个拳，一个是横步，一个是竖步，不是用脚的抓。原来两个板子是这一打这一打，一个是打鼓，一个是鼓打。这个呀。他看这是不打，对方来一打，你往下一冲，这个才往出发的。你说不这个要冲，你要是用这个，这个打，这个攻，这个打啊。你要是用这个，你要用这个攻，这两个攻击之间的人家要分解，不是两个冲。这个规格也是从江吹着那去走掉，脚趾抓的，这就是用球，对啊，这上的是，一个靠的，来，这两个动作要轰枪，轰枪一样的。现在大家上去是一个东西，一个就是上去是，来个啥？来个就是，切，八，七，八，来，八，七。哇，哎，再打一会儿啊，去，哇，这哇，好了，这行，开始啊，啊，这种东西啊是西方向，那理想性的科技都要都是打不出西江，都是不西江自从，这宗教是打成西方，这些跑去啊都是。咱们五教里头，五种教系啊，一个分开，长江、长江、西教、新教、浙江啊，一个五种教系大学，这教系是这个学习的，培训比较的全面了。开始的时候，上是上体的啊，上体是，你打跑去，第一步啊。不要出头就打这个，啊，
头脚飞上来，啊，晃下子，前脚向西方向戳，脚尖向里松着，不要脚尖跑到外面，啊，戳的时候离戳脚，这个往外拱，这个往西方向打，啊，在这一个形上看吧，这个形上啊，啊，肩部，这个。就是往外拱，就往西的方向打，脚尖是中的啊，从腰扭过来是西一点，那离脚一都扭到一个方向，那是不打不西一点了啊，对吧？啊，再背上来，这往外拱就往老是西的，就是西的。不是中的，倒是一种一种的。这个不要往去夹，只是往外拱啊。因为它的这个东西拱这些，它是配合，不是夹起来拱它。从机器的领子来，还是拱它。外个行是到上体式的要求。头向肘，胯、膝、脚，地下这个，地下是中的，立定在了，出在这儿了啊，就在腰上了啊，要对对中，你要这么打不行啊，打不是那一种了，就是在腰上，腰上反，当时得放松了啊，来，咱们这一回，预备。开始的时候啊，来比赛，开始的时候，对，拉，起，拉，来，来一个，起，拉。脚尖向里靠，你的脚尖向里靠，哎，啊，对，啊，这个起，上来，挂，哎，你两个方的，注意注意，从他的腰上挂的，你看你又松了，这因为腰上，哎，那个很大哈，是吧？空气，好空气是有空气出去的，江水的空，江水没空气，你怎么讲的？这是咱们的空气啊，空气，那就有这种江水，空气江水啊是都有的，空气是新的，空气是啊，这个你别累出来，咱们有的吧？你其中帮上跑，空气也没这个条件的，一类空气方面有啊。有的话你好几层都要一粒天上去做那不行，那就是冲不开的一个当上花椒的这种东西，老师不可怕的，现在我给他们都做一下空气的这个东西啊，从你想走当地时最好些啊，你要是外行啊，第一步这是起啊，拉的时候你看脚尖向前西方走，脚尖向左，当时你看出的时候上去走啊，这上来不是向前松，也不是向左面松，在长的方向走啊，这个那不正好，你要胳膊上好，意味着你人太严了啊！你腰上好，脚趾呀，必须得向前张的，这就行，这就完了，这就不对。你不是，你不是身上带那个东西的啊？你身上带那身上的，什么？来，勾着这一回啊，来，上去。基本，哎，再次起了啊！对，起，
七个方去了。哎，是是，一个七色方去了，好像是一个羊羊羊是哪里？啊，这个这个的啊，哎呦，羊似的，一羊似的了，羊似的方去了。这个以后咱们再到那里的，那个羊似的东西，小孩啊。好，起，拉，哎，起，拉，起，拉，哎，行，重来一次，咱们这啊，咱第一辈子。是啊，去，手上放下，放下去，跟着那方式一样了啊！哇，哎，那是方式一样的，用腰上甩就啊，不要脚拿胳膊甩，胳膊甩的时候你倒上去，去。光起来就是四个天的，哎，这个我应该不行啊，再打一次啊，去，往下去，哇，哎，啊，好，行，开始吧，是吧？哎，啊，这事儿行呀，这是，这你算一算，龙虎猴马兔。鸡用熊才吃羊的，一个东西啊，它是一个用意，一个连一话，来红绳刺石头打吧，咱们相信咱就刺石头打吧，其实就是事儿上这个情况，嘎地是嘎地的里边，你要是连一个出里边来呀，只要连东西啊，你就没有什么的，就是干的。好，中离中离啊！你要是离不好这些，那个四四打的就打不了。咱们开始就出现个龙江，这龙江也是从上几时开始，啊，也是从上几时开始。第一个啊，第一个动作就是冲掌，啊，冲掌就是说两手都要向上。一个外双，一个后双，耍到头的时候，双臂下中左右，啊，中后来中到喉咙盖中的左手，手后来注意两肩膀，肩膀往一块举，举的不容易了，往开，哎，开了就是开到头了，双背踢腿，不是轻松，啊。这个动作呀，这是有六松花的六样，是气拉、收冲、助叉、右叉、晃脚啊，气拉、收冲、晃叉、收冲，是不是？你看，跟叉这个吧，这都是收冲拉。哎，气，中间还带胸背的手动作，手冲，好，哎，这个意思呀，就是上臂下腰啊，胸背动作各这个，啊，这就是抓，啊，胸背的动作。上臂的气火，一气一火，啊，气火，收冲，哎，这是龙江地理的掌握的六个动作，就是做力上的话，一定千万不要用啊。开始的时候，冲中臂啊，
都收回来了，乡帮里收，就那样放啊。说到那，哎，就开了，哎，一晃，家种，种地回家去了，啊，牛种，那就晃它，要是收，收，冲，来水，哎，这个怎么样？要是一个抬起腿来，不是抬一下，咵咵，将来往前踢。能掉掉能踢到胸部上就好，要放起来，一定将来不要用啊！来，试一下啊！第几个？当时是一百，开始，拉到这，拉到这，行。二，晃，下动，九，三，稍微胸来。两倍起九，四双倍开胸开水，再加一个，对，倒下来，二九，一胸的三收回来，四开水，哎，这放下，这个开水是一个，还有这个是相对啊。开就是香油，这两个东西很多啊。因为如果是在这个收养生活中，不是那必须得是种子，我不都有的。然后这个磨呀，这是一个质量物的代表啊。你要是有这个东西，那自然就强。哎，我再等一下，再去找一下，我上几次啊？第一个，两杯鸡脚，最后加上葱辣，加冬，尿尿，收胸，富贵，光贵，开水，哎，下一个啊，加冬，尿尿，收胸，开胸，光贵，收腿。哎，好了，就到这啊。下一次，上几次，注意以后啊，拎的时候拎什么先是主菜啊，是吧？肩部都缺，想煮第一次，咱们这个不是往上煮，这是手脚轻到，是不是？拐杆是按上体式的拐杆，脚尖里扣啊，脚尖向里扣，脚趾抓地，脚上通风，这个手呢，意思是就足，这个是用式的，是不是？用足。下来第二个动作是起，哇，再注意哈，起，哇。行，哎，自己说的，谁操作那么说的？啊，不要忘记啊，这个是要紧的，保护肚子。你这个方向，头顶必须得往下收一下，肩往下撑一下啊。来，来，长几次，几位？开始，起，上来，拉。中了，一个肚子，哎，长几斤一百，进步和肚子啊，这和肚子，哎，这脚力脚力，哎，哎，今天就暂时得了啊，再打一次啊。行了，哎，开始喝茶。下来就是冲，啊，冲胸呀，它就是以腹背、腹背啊，中间腹背，那么两个重要东西，给咱们大家说一说，这冲胸呀，
还能说清凉脆，又清又凉又脆，不是面面软软的啊。上去是开始啊，其实都不要让啊，都有。我这第一次，第一次说是第一个叫上来一口就干啊，好，但是第二张。一张开头开头必须都打出来，下一个是第一位，第二三四五，用上这么来的啊，第一个你不轻易走下手的话，谁在前面都是方向的，第二个身上有后啊，往后走回了云，是十家，十家后卫。那地上长了，一直往后头老鼠后头，前头第一次，老鼠后头一直都是。最后一道往后头往后头，不轻松停下。主要问题，后头问题，后头他的意思也是，是吧？你出战啊，不是吗？斗志就是喊的。他列在上上的那几个人啊，第一个是不这个不要尽量我这手手先出去，不要不是当人，只要放立功的了，不是立功的，他们以后就是空的，尽量我放，一上放上涨拉下来就是英雄了，当人正直。一条江捞下来，来，注意不要。哎呀，都叫长几次，对不对？还是第一次啊，然后二百七十度，一、二、哎。是这样，是的，这样的，这样差不多。嗯，还有三、四、西北、东南，第二个，西南、东北，一、二、三、四、五、西北、东南，第三个，不齐的时候是东北、西南，一、二、七。第四个，看，东南西北，啊，一、二、七，好，哎，同时就等到上去，这样，这是你看这四个是东，咱们就以东的啊，啊，从这个东的方向起，走回来，啊，从西北的方向。一、二、七、八，哎，这个从西南的方向，不是一、二、七、八，这是两个出来了，这是两个加，第三个了，从东北方向，这叫二百七十度，一、二、七、八，第四个了。东南到西北，一、二、七、八，把这拉上东方的，把上头收拾的放出来，方向抓马向，马向不是阳向啊，头向是阳向，还得一个阳，马向从这就是阳向，马向呀。它主要立点还是在这个缺缺阳阳，现在户外里上山都这样，你看不对。要是光用缺打，那就这样。你就从这户外里接上往上上去，立点回
咬讲喂这个谁个雷电啊那是狗掌我长几次开始第一步走上羊蹄起出手脚方向后边脚尖里扣东西是从上面是向左打下面挡的啊脚尖上是向里尤其这个后脚当时拉通啊哎来一个东西啊就扣一下你不要做这个动作啊这些动作都是不懂的东西啊上来再上一个上来扣对好来继续啊你一直会有看看得不得长久的事马上继续去哇有点狭窄的一个只要一个平不用啊哪里辛苦这个一个猪嘴巴头发光不用动去来哇哎再打一下去好了好这是对通向也是开始从上去的它的这个通向呀花钱解下天空上比较好像我手脚也最通的天空上比较好像看从上去是开始你是第一步啊这个天掌手上小的手掌手上小的啊它就是说脚侧的方式第一方向第一方向总体式啊总体式它脚是整的方向是第一往第一的方向走两个手呢阴阳方向第一次第二次也上来总体空的方向第一次来往后推给你小姐啊我推这个裂的眼啊一走走走脚跨接脚啊啊推这个啊哎下面的手要记住松去不要在外边等着啊没打算轻松点对我走了啊意思呀就是要公交去公交去打尝试过试试打啊就是用低空方式空间松去来继续试一下啊平时的空间长期是一倍还是去哇去哇再打一下去哇哎好好了一向啊一向我的特点主要是水一个水还水一个啊就是从这个长体式开始第一出掌先第肩部出掌前脚向前冲一下往前冲一下人们卸伤的窗帘就是特别好下来一个下个勾着啪啪这是陪哈啊来窗啪啪这个勾着一定要修的你是江北江北往后松的这个是手的陪哈手的哈行行啊来直接修一下啊张起来预备你像第一次耶不要动
哎，就在朝江屋子口，我就说有了海人，盒子懂啊。来人啊，随时起啊！哎，再注意会。这样，来，这个腰筋呀，妹子拉下来，像这个腰呀晃动，一样像。这是黄的羊，来个羊角，羊角好了啊，羊角啊，你是从上级是开始啊，进一步上来啊，注意这个手上来，这个两手用都是向上来啊，上级这个都是向上用上了，还要晃了晃羊呀，哎，手上向上。手肘脚，脚的使用是一样，是吧？引流在一个往外吃，一个往外拉，一个往外冲撞，插住手，方向，方是这个，下面是中的，上面是底的，下一个东西不要让，直接走起来，听。这个要走这个后把弓啊，头你看其实问题当中呀，拉的时候必须得走的，那记性吧，记得嘿，啥可得记，你用上了后把弓啊，这些东西是很细节东西啊，你必须要记的啊，来直接来就行啊，上去是一百，起，哎，举手。弓是硬的，硬实的啊！不是硬，中小弓比较强的，哇！你来吃住啊，吃住啊！这个两个手的一边，一个往外拉，一个往外去，哇！再来一个，去，哇！哎，你的胸胸是向上，腰上起是吧？好像就是了，胸上就是啊，前仰后仰，上体是开始，第一次，起，拉的时候，你脚的胸是一样，是吧？一个往上冲就往外拉，冲到头拉到头，你看出手脚。这不用这个了，用双击。白那个光发动啊，这是拉是，这是起，拉是吧？白那个起，拉，冬天是用的脚，脚不动，腿不动。你就不要啊，这是这个胸小呀，这是红军的弓姐姐啊，弓的红军的弓的，来来这一回啊，第一抓我看看得不得，上去准备胸小起拉，来不准备要舒服的，你脚底想起脚底里头，哎，可是平时啊，你光太大声，把东西扭动，你放松了，脚底扭进去啊，去，来，拉，扭腰摇膀啊，再一回啊，去，拉。手呀，不要往出缩，目的就是要能打。好，啊，开始吧，开胸。啊，开胸啊！现在是咱们开胸啊，开胸是从上体式开始啊。第一个也是前脚向前一下，后脚弓上来，是吧？
从上来啊，出的时候当时出走脚，两只往他一轰，同时出。一般的脚踢啊是脚踢胯，胯外走啊，胯外走来，不要用拳，光用拳啊。下一个啊，看踢，拉。起拉，拳为后是退下，起拉，起拉，起拉，胯。这个太上呀，主要是胯的，这个还脚弓起啊。那休息这一回啊。一百，你想什么名字啊？去，拉，去，拉。这是他们的人，不要动你的啊。他们啊，行。你从上体式开始，跟后步，上体下动。动下来看是一个手上讲理啊，下面这上面这个手呢要用下肢手下动是又是下肢手下下动，动下来应该是动到90度啊，大致要动起来，出的时候与这方向一样，实在是腰上顶起往西方向走啊，这个往下冲，这个往下冲起拉，你看起的方向吧，手晃起来，手上晃起来，哎对，那个脚底啊，脚脚啊，像都是通脚好像像抽象一样，像都是关节啊，通是好像手脚为主的。来，你这回啊，你下动呀，不要忘了啊，必须得动动下去，把屁股收回来，不能缩。来，你呀，上去试一个，还是去，一个大用嘴，而且有大用了啊，去，手上响铃。像讲理的，哎呦，慌张呀！哇，这儿出，这儿往里冲，你要这儿不冲呀，东西都带出去啊！好，啊，下来下一个啊，就是腰胸的啊，腰胸，腰胸啊，它跟身上的一不一样，都是用的东西的晃动化动为主，中间有一定一定啊，我们大家一目就对着看啊，我上次是开始一直是通常东西往上拽一下啊，下一个就是说了出掌出腿将冲出去，这就高了一点，第三个动作就是放松一放，好，下一个，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放松，三次，啊，你注意了哈，啊，第一个就是，第二次，松掌，放松。那就是，那就下一次第一掌。第二掌，第三晃，就是主要是腰弓起来就行了，将腰腰将从腰椎的反，通常来说
冲出去了。嗯，这什么？啊，咱们走，那你这个，这个啥，张巡呗。再说，是，冲着，好，再冲，冲着冲着，哎，冲着两手。你主要是，名字小李就更受下了。这个苗子啊，苗子周全治疗，啊，成长，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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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啊！这个开始，你是上级是开始啊。第一个，手上向上，横下动，哎。第二，腹部下，而不飘，出来是阴阳把。哎，第三是垫住，方背，方背的。哎，下一个一个，右面的。从掌下阴阳掌进一步晃背，哎，对，进一步晃背的时候，这个阴阳掌啊，你的鼻子走呀，后头鼻子冲着前走，手下朝着上面，哎，对，来，继续做吧，来就是吧，啊。还能持续释放水，这比较凉了。来一个啊，一、二、三、一、二、三。哎哎，好了，我肚子饿了。就是空腹。进一步，进一步，快步，这主要是一种动作啊。咱们平时练的时候，一般都是重复的，其他不怕不练。你就上体式也好啊，从上体式开始，一般都是你的胸部，胸脚定，头脚高啊，胸脚定，头脚高，你看就好点。这是重复啊，动作呢也是一样的。啊重复，重复，重复，重复。哎，加上了这个顶住啊，后部是前脚带后脚，前部是后脚顶前脚，顶住，顶住啊，顶住，顶住，总过来哈，就是啊，顶住，顶住，不要顶住。这个步伐是你同一步进步进步啊，进步就是啥，这个就是后脚出去前脚带拉的前面去，进步好像挤着脚在抽一样啊，一个步伐比一个步伐是这样加长速度，你像你这样吧，弄一条，是吧？这就更好。这个快步，就经常咱们学的，前进一号，前进一号，快步呀，就是两脚同脚同步，啊，它不是说这个动作动作。快步，离起点以后是就两脚空中空分，空分了。